哦，这个空间站在这里。啊，这个眼影没有用啊，打点盐，把这个任务做一下。骚气，这个星球是辐射星球，辐射度好高、啊。潇洒、嗯，战斗机要买，我只能带一个飞船。问题是，哎，包皮，你速度怎么比我快啊？啊，我大，我船大呀。你速度不可能比我快的。这算牛逼、啊、奇怪的数字串意象来到群星，快起飞吧。一张超光速推进器的图纸，拿取图纸。 OK， 我们现在可以超光速跃进，然后去其他的星系。这个星系其实星球已经被我摸完了，发现新技术，有色金属跟微处理器。有色金属怎么做来着？有色金属铜矿。啊，铜矿，然后金链是吧？从空间站购买五个微处理器。哦，这只能买，这个去得去空间站买一下，买一下，然后这个就可以超光速跃进了，去其他星系了。一个人呢可以拥有五艘飞船是吧？这五个飞船换着用是吧？那我刚才200万战斗机，我还不如把那个战斗机给他买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好可爱啊！我操，这生物，要每个星球上生物都很独特啊，很独特。这个星球昨天我来过，我把它杀了。哎，你看，我操，这多可爱，这猪。哎呀。嗯，哎，我要被毒死了，快上飞船。